谷爱凌惊喜赛季优池全胜，迄今最好的一套动作。北京时间1月9日，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猛犸山站，谷爱凌以17.50分获得冠军，本赛季 U 型场地四战全胜，夺得总冠军。谷爱凌赛后表示，惊喜赛季 U 型池全胜，为今天成功完成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套动作感到兴奋和骄傲。首轮比赛，谷爱凌滑得非常稳健，相继完成了720度、540度等转体动作，腾空高度非常可观，得到了 94.75 分。第二轮，谷爱凌无论难度还是完成质量都无可挑剔，拿到了 97.50 分的高分，一举夺冠。本赛季 U 型场地世界杯四战比赛，谷爱凌全部夺冠，以不败战绩获得年终总冠军。她坦言，惊喜 U 型池全胜，第一次获得水晶球奖杯，除了为夺冠兴奋，谷爱凌为完成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套 U 型场地动作感到兴奋和骄傲。